上海市兴业路76号，一座饱经沧桑的石库门建筑。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举行。2017年10月31日，党的19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彻大厅，让现场所有人都深受感染。历史的指针拨回到1840年，这年急于向海外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英军远涉重洋，以区区数千兵力沿中国海岸线一路北上，打败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王朝。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和其他方法，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1901年，1904年，陈独秀在他自己办的报纸上填了一阙《醉江东》，哀叹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40000000同胞作困，乐的是自了汉，苦的是有心人。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奋起反抗、斗争、探索的历史。
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民族复兴，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彻底推翻。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这次革命后，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却都没有实现救国救民的任务。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起更名为《新青年》。他极力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旧礼教、旧道德。青年李大钊在这一期《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青春》的文章。青春的家庭、青春的社会、青春的国家，主要精神就是要天天前进。1917年，应蔡元培校长之邀，陈独秀受聘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到北京。1918年1月，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随后，湖南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的毛泽东也来到北京大学。此后，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个人不经意间走到一起。新青年与北京大学紧密结合，鲁迅、李大钊等积极撰稿，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救国方案，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加上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中国先进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疑问。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有意义，这就推动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推动他们认真了解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1918年7月起，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
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迫于列强的压力，准备在合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民积聚已久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高呼“还我青岛，取消21条，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工人阶级产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多由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而来。到五四运动前，全国产业工人的总人数达到200万人左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工人阶级受到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工时之长，工资之低，劳动条件之恶劣，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6月5日，上海工人自发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内罢工工人达到6-7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高潮，斗争迅即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合约签字仪式。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将《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这时也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五四运动以后啊，当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内部就出现了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这样的这个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呢，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那么最早商议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还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在那个1927年的5月，就是当时在武汉召开一个就是悼念李大钊同志死难的一个大会，就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好朋友高一涵在这个大会上面，他讲，他说1920年的2月，当时李大钊就是华章就送那个
陈独秀啊到天津准备南下的时候，在路上呢，他们就商议了，就是计划组织共产党。1920年3月，在李大钊主持下，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19人秘密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大家把图书室取名为抗木易斋，取自德文音译，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屋。抗木易斋是中国最早收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图书室，直到今天，北京大学图书馆还珍藏有8本盖有抗木易斋图书印章的书籍。同年5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余秀松、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先后入会。1920年4月，俄共部代表维京斯基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通过接触交谈，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俄国革命有了具体了解。其后，他们又多次通过信函交换意见，就建党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年的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从此，新青年编辑部多了一重身份，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浙江省义乌市西北部大峰山脚下的分水塘村是陈望道的故乡。1920年2月，陈望道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秘密回到这里。恩克斯讲过，要把宣言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是异常困难的。我父亲呢是搞语言的，就想到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得懂吧，如果不识字的你读给他听，他听得懂吗？在这样情况下，他就花了大概是比平时多5倍的这个功夫才把它翻译完成。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改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当这个陈独秀在上海酝酿建党的时候，他对这个党应该叫什么名称自己没有把握，就写信给李大钊征询他的意见。李大钊说这个党应该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在中国鲜明竖起共产党的光辉旗帜。法国蒙达尔记雷蒙特列街15号是一幢3层楼的古朴建筑，这里曾是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人的寓所。旅法勤工俭学期间，蔡和森2次致信毛泽东，系统阐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并提出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2次给蔡和森复信，表示
见地即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成立，在日本、法国也成立了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我父亲等于是从8月份去了长沙之后，就是21年，就是20年去的，然后就参加了学会。就在新民学会的同时呢，就各地已经开始建立共产主义者小组。听说当时湖南的小组是发展了5个党员，那时候我父亲还不是党员。我们学校的老师啊，都是第一师范来的，都是毛泽东的同学，都是共产党员。开会的时候就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 那都是自己把油烟引起出来的，那引得很差的，但是非常神圣。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党的一大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诞生了。这个队伍在前进过程中，有的始终坚持下来，成为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董必武；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中途脱离党，有的叛党，有的叛国，如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犹如大浪淘沙，党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承载着民族希望的小小红船，如今已经变成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希望的巨轮。只有几十个人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89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呼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产生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就焕然一新了。